为着要让云嘉南地区的民众和学生囡仔会当了解到过去治水的历史，熟悉基础建设和治水的成果，经济部水利署第五号参桥是特别伫咧嘉义市的第二百纪念馆举办着跨越时空云嘉南水利百年历史档案展，透过精心策划的九个主题来定下着台湾水利发展的过去和现在。在嘉义市第二百纪念馆所展出的云嘉南水利百年历史档案展，现场特别规划饮水思源百年怀古，高准孙女八田雨衣，嘉义乡潭幸福活水，水系治理守护你我，苏尊成果保护你知，阁有水文机器再现风化等等九个主题，丰富的展览内容吸引未少学校，特别安排学生囡仔来遮进行校外教学，了解过去地质的历史，熟悉基础建设和地质成果无容易，学会晓珍惜台湾的水环境。我们五合集哈，从那个日本时代、日据时代哦，那个就从那个总督府的那个北港治水公事所哈，就有到现在大概也有80年了哈。那所以说，觉得说有一些文物啊，有一些历史哦，可能这个时候需要赶快去跟他整理哦，不然的话，可能再过个一二十年哦，或甚至10年哦，可能这一些都已经。那个，因为当年的那个人眼哦，也慢慢的凋零哦，那一些文物的保存哦，是刻不容缓，所以说我们就办理这个档案的这个展览。为着要让展览的内容更加丰富，第五号参桥特别请自来水公司第五区管理处、惠林农田水利会、嘉南农田水利会和德中镇文化协会在内的单位，将这乌山头水库建造人八田雨衣技术和嘉义净水厂部分的文物阁资料，以联合展览的方式来展现水利的过去和现在，让云嘉南地区的民众和学生了解到过去地水的历史，也让大家更加熟悉政府积极推。当防洪地质减灾的努力。最新新闻，张玉明、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